还剩380。你看，我这样拉上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景天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现在是凌晨4:51，我们今天要去跑个越野，那个越野名字叫泰德阿利吉亚，然后是在离巴黎，在巴黎南部大概距离有200多公里的地方差不多。然后我现在正在等我的小伙伴，他马上就要过来了。坐一枚，开始。赶上大家。过来。哎呦，我在往他们前面赶，慢慢来吧。就看着后面。捡到活生小龙一枚，半小时4.5公里，190爬升，190爬升，吐了，加油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抓到野生温叔一枚，温叔撞得特别棒，我们刚刚过了第一个补给点，刚跑了7公里，我说。外省的人都特别热情，特别开心，天气特别好。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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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捕获野生 ZZ 一枚。哎，你好吗？好。我来小结一下，我刚刚路过了第三个那个 checkpoint， 然后它的关门时间是12:10，我11:50跑到的，已经过去了3个补给点，平均每个补给点我大概停了就3-4分钟吧，吃点东西，喝一杯水，喝一杯可乐，然后装点水就走了。第一次跑越野这么认真，我衣服都没换，我腿都没拉，剩下有3个的那个补给点，其中一个补给点只有水，还有一个关门时间是在44公里的地方，是下午3点钟关门，然后现在是刚好12点过一点点，然后我现在已经跑了27，他那个扫的地方估计有点问题，大概有1公里的差距跟我们所有人的那个 GPS 差距，所以我这边是27公里，相当于他的地图上28公里，所以还有16公里，3个小时跑16公里，所以还是 OK 的，慢慢来。现在真的很晒，然后一直爬坡，慢慢走上就可以了。所以加油，过去。剩380，你看，我这样拉上去，我觉得是将近，我觉得有60多，80，就是这个。
坡度，你看我要这样爬上去。啊！我先不说这个，我这样说。来来来来，40公里了，然后碰到了滴滴，在这里，快跑山了，快跑山了，还剩10公里，来得及，来得及，就在不远处，我们的。四个第五个补给点，大概50米，我和弟弟在一起，终于到最后一个补给站了，我又被关门，胜利了，第一个50公里，跑了50公里，100公里还远吗？看一下这个，来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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